人家也很想你的，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今天哦。你干嘛一直看着我？因为你太美了，忍不住一直要看着你。你看，流星来，在哪里啊？在你的眼睛里。哇哦！这里的时候呢，就震不下来了。还没到你，地上还没被蛇咬到。啊，对，大家啊，我咬到你了吗？不是，我被蛇咬到了。OK， 你就马上抓着地上的蛇，要蛇抓到地上蛇，把它打死。来，一看到啊，三角头，毒蛇，就马上把它放下去，脚撩起来要吸血，那毒血吸起来才能救他一命。到这里我们喊卡。这是假的呢，我明天买一条真蛇给你。来，一杯啊，从接吻这个戏开始啊，预备，注意了啊，预备，要很逼真啊，预备 ，Action！ 哎呀，哎呀，什么了？我咬到你了吗？不是，我给那个也咬到了。没关系，我帮你打死他了。哎呀！啊！去躺下。啊！我们把地铁吸出来。啊！看，好，很好。哎，哇，好白哦。哦。OK， 来，好，提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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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给你了。哎。好，给我了，导演。是，来，来，好吗？好好好。躺好。躺好。导演，这个可以。在演什么？哎，刚刚叫你看不看，你要打瞌睡。你要想睡觉吗？被蛇咬到，脚要消肿。哎，来，躺好，躺好。我们拍特写，那个摄影师拍他脚特写啊，吸毒血了啊。导演这样可以吗？来，你们撩起来就吸啊，那你们脱下来啊。袜子都破个洞，你是干什么？最近比较不好发啊。你有什么吸脚趾头啊？来，准备好，很难受，委屈了。腿的位置在。现在没关系，只拍特写，所以呢，避开袁咏仪的脸，只拍这个脚。预备，预备。来，怎么有女孩子长腿毛啊？那把它拔掉了。来，强力交给我那个胶布啊，胶布。胶布好，拿你胶布来啊。胶布好，把那个毛。屁股好漂亮，少啰嗦，少巴结，好，把那毛先拔光，先处理一下。来来来，拉高一点，快点，要敬业。导演干净了，啊，干净了啊。那个小齐，你要避开镜头，你头掉，你先试一下，好看。好，来，哎，冬雪。什么？我要拍什么地方？你以为拍什么？我虽然以前拍过 A 片，我现在已经不拍了。不要按他头了。不要按，难看啊！你们站到我的脸。我给你吸这个吧，吸这个毒血吸出来，往旁边吐。呸！吸，呸，吸，呸，吸三次啊！毒血都吸出来，然后咔，我就接袁咏仪了。预备，预备 ，Action！戏的时候关你什么事啊？不收音啊，是拍脚的特写，你叫什么叫？只有这样才能够演出戏来啊！我的脚的戏才有啊！不收音嘛！等一下，你这袜子怎么这里也破一个？好，预备，来 ，Action！ 啊啊 ！Oh come on, baby！休息，气氛太吵了。休息。袁大牌，不好意思，现在贴你一个表情，就是吸。哎，咱什么事？导演，你说要休息吗？我叫你休息，叫我去休息干什么？自己休息不着啊，是疯子啊！好，对不起。真奇怪了，吵死！到旁边去。那个袁大牌，不好意思，现在这场戏呢，就拍你脸部的特写，就是你男朋友这么牺牲，帮你脚的血毒血吸起来，你要有表情，又有点痛，又有点感激，有点温存的感觉。好，拍你特写，先躺好，来，就不用接你的戏了。特写在这个地方啊，摄影师拍特写啊，脸部要演出来，表情要释出啊，吸毒血的感觉，预备。
你说可以吗？我怎么办？这是什么？他演的跟我一样啊！这是谁呀、啊？他讨厌的，真是啊！你再这样啰嗦，把你嘴巴那个粘起来吧。好，现在重拍一次。你最后我喊卡再卡啊！预备，大牌不好意思，预备 ，Action！ 啊！然后呢，你这个扶着他，你说啊，你亮好一点，好一点没有？好一点没有？帮你出血稀释来了。那你要一掰一掰的啊，谢谢你。哦，你一掰，你掰什么掰？谢谢你。嗯，为了你，我什么事都可以做。为了你，什么事都可以做。被毒蛇咬，还是回家休息吧。来，现在还是回去休息吧。说，然后在那走，不是，我来背你，你就跳上去背着就走了。那音乐一下。就回到家里的卧房，好不好？哦，可以吗？好了，预备，好，准备啊！要赶春节上档了啊！预备 ，Action！ 我已经把毒水吸出来，你应该不会有事了。谢谢你啊！不过现在你还是回去休息比较好。嗯，来，我背你回去。好。导演，毒蛇还活着呢。好好，你干嘛要插人家的，对不对？奇怪了，我不应该插。不找啊，这哪里找来的、啊？200块找来的、啊，这是奇怪了呢。哎，贝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从这个从哪里呀、啊？我回去休息好了，回去休息。哎，贝，来了，还是回去休息比较好。我背你回去。啊？嗯。演技派红星啊，演得这样速度，我们那个春节前一定可以赶上。可以。现在呢，我们赶快来拍卧房的戏。你不要乱，好不好？卧房戏你可以发挥，等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在把布置一下卧房，赶紧。两位大家休息一下，来，坤哥。快来把沙发就定位啊！快，不然导演又要骂人了，不然又要我最倒霉，我又要被骂了。哎，灯光准备好了没？灯光，副导。啊，是，大家好。这场戏呢，刚刚就接那刚刚的戏啊，你背回来，这是你家的卧房啊，卧房之后接着放在床上把他脚敷好，棉被盖好，说你要休息，明天就好了，没事。你要走的时候呢，那个袁咏仪就要说小琪，他说什么事？没什么，然后谢谢你今天救了我，应该的。再把棉被盖好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我走了。小琪拉着他手，然后看着四眼相，音乐一下就很浪漫的，然后你坐在床边，然后就。导演啊，嗯，我不演长戏。长戏啊，床上的戏，我知道，但是可以动作没关系嘛，我不会让你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知道我看过你的戏，都是大概顶多是露背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我看过你好多戏，但是我会把握这个原则，我们有替身嘛，而且你拳头也不一定好看，好不好？就替身会接那个床戏，哦，你要把这个戏演足就好，让观众觉得说你们男女主角契合，才有浪漫爱情的意思，对，有金童玉女，好不好？来背回来，准备好了，来，好，站长一遍，好，来，准备，好，一遍，来，好，躺好，睡个觉，明天一早应该就不会有事了，来，好好休息啊，那我走了。小七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来，小事情嘛，好好睡，别胡思乱想。我走了。哎。嗯，今天晚上可以不走吗？我。那我就留下来陪你了。妹妹。小七。